个两年零氪是周某的小黑子。来来来，又到了零氪号新赏，今天这个号玩了两年了，1845服的朱俊杰他二舅，大家有沙丁战友圈的也欢迎投稿。哎呦，这魏国还行了啊。SP 郭嘉、贾诩、四红陈玉、一红曹操啊，都开满了红兵书的啊。但你这个三红陈群、满红曹丕，你忍得住吗？啊，忍得住吗？哎呦，还有一个点残墩墩的白板蛮宠，蜀国哎，一对五虎，还有白板诸葛亮啊，注意了，红兵书也是开了很多了啊。吴国陆逊、鲁肃啊，一对吴枪来了啊，一红太史慈，哎，白板香香啊。但你这个满红大乔啊，挺能忍的吧，对兄弟啊。后来还抽到了全儿，强无敌啊。群雄啊，白板张角、一红吕布啊，还行。哎，我就知道你忍不住啊。典藏田丰、董卓，还有 SP 袁绍啊。号主特意嘱咐啊，这个兵书里面，哎，典藏陈道啊，也不见心不烦。嘿，陆逊的兵书也是啊，也是特意嘱咐的啊。兄弟们，你们猜是什么？等等等等，两个周某漂亮，格局能不能打开点啊？自己的武将都什么样子了啊？给周某一个机会行不行啊？武将啊，勉勉强强吧，战法怎么样？哎呦，我是没想到的，用武通神呢、啊，主动战法呢，横扫千军，尾数相间，哎呦，可以呀、啊！啊，草船啊，啊，我是没想到的，运筹行机啊，临机制胜，绝机机道。哇，主动战法相当不错，突击啊，有折冲，速成其力，可以被动三巨头怎么样啊？一个都没有啊，哎呀，那分数一下就下来了呀。哎呀，兵种啊，白马、虎豹骑、大象啊，够用，兵种好。阵法呢，哎，风使上士，看宝贝啊，哎，这神算不错啊！诸葛亮装备时，首回合我军群体受到谋略攻击的伤害降低啊，不错，这个很好。灵动甲，哎，看组队啊，这一对吴枪相当的肉了啊。这对武谋臣好啊，但是克敌制胜，强烈建议换大象啊。用武的三士张角啊，法正当主将啊也行啊。配置挺高的五虎啊，还有一对没有练的三士女啊。两年零氪求贤1679啊，还行吧啊，两年半啊就能化了啊。好了，周一到五晚上10点直播，永久免费咖啡价。那么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